No。我想要妈妈的热。等一下回家吃。今天是一鸣同志的生日，32岁生日。我打算制作一个视频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独立制作一个视频。算作一个生日礼物。这个是我大女儿 Miko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夏威夷大菠萝，阿罗哈。看这边。你好，阿罗哈，阿罗哈，生日快乐，妈妈。嗨。Signature 是吗？ Signature， OK。 他刚才拿的那个。OK， Signature， 然后呢？每人两双一万。他给我的草莓的。完了，你要不要这个 coconut？今天吃饭在 Houston。Let's go， 楼梯。请给我唱歌啦，米兰达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大家还不要吹纸鼓乐。妈妈告诉我什么时候吃好。好，我希望你们两个身体健康，然后呢，学习很棒棒。然后呢，爸爸妈妈生意好好，赚很多很多星星。来，那我要吹喽。好。耶。这钥匙在我这，又没锁。嘿嘿嘿，滑稽了。让他们沾了红色。是的。早知道我们也。配合换一下，去换衣服去，买，先买。And the other one, I don't have it in the size 28. 29. 29. Let me go with it. That one is good. Too small. I want to wait to see where she goes.喜欢这件、对。看一下。我来过。三十加三十，怎么感觉脚这么大？Miko， 红色的米米，哪一个？红色的米米米，我想要那个红色的米米。今天过生日怎么样？很困。很困 ，Why？ 不知
知道，今天一整天就很想睡觉，很困，所以下午要去做 SPA， 这是我的生日愿望，就是躺在那里被人家按摩，什么也不用想，关机。挺像一个32岁的女人想做的事情。每个星期做一次 SPA。Shopping， 然后 massage。Wonder。一个买到了他想买的手表的人，李现同款，重度很深，国民老公，现男友，回家给你看好吗？回家把它全部倒出来给你看。喂，快点 ，follow your mom。